放在一起多久了？三年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是他先追的我，那会儿追我追得特别凶，把我骗到手了之后呢，就对我始乱终弃了。哎呀，我这后来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他给追回来的。啊，追回来干什么呀？人家不要你吗？你就换一个好嘞。对呀，这么帅一小伙子，就不怕没人要？哎，阿姨，你们不知道，他特别有钱，我要跟他在一块儿的话，我至少想奋斗十年呢。欠不得。不过日子啊，光有钱是不够的，还得有感情，那对你好，知道疼人。哎，否则三天两头的劈腿能扯得上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你干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脑袋上刻的劈腿两个字了。哎呦，我又没说你了啦，是随便举个例子而已。哎，爷，我们跟你们开玩笑了。其实我们俩现在呢是属于干柴烈火，如胶似漆。哎，根本能做三回，他爷。阿姨们，你话呢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自己一个人悄悄摸摸就走了，害得我一个人流着眼泪独守空房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回头来跟你解释好吧？那我欠要有用啊，还要警察干什么呀？是啊，不开心嘛就到外头讲。搿个还是侬屋里，又不是旅馆，就是旅馆，还要办退房手续嘞。小伙子，侬帮我讲了对伐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去哪儿啊？有车有床的地方。白天睡觉啊？不是你脑子都想啥呢？你尽管想吧，姐姐会在梦里配合你。真幼稚你。